欢迎收看老田网球。今天要来测试一把 Head 神秘牌 ，You got this, You got this。还有一旁边哦，他这边是 Prestige。Well， 然后这边是 Extreme， but 这上面很大就是了。对，所以其实它不是很好打。Yeah。Very good. Very good top. Very good feel. I like the feel. The feel is it's the first noticeable thing. You really got feel. You got feel. You got this. Got feel. You got feel.Yeah.这次的球拍科技导入了 Ocelic 技术。什么是 Ocelic 呢？拉胀材料，有拉胀特性的材料及结构多半有高的细振及高断裂抵抗的能力，也就是说细振能力很强，会发生形变又不容易断裂，这无敌了呀。接触到球的时候它进行形变，然后又把球的震动吸收掉，又可以有拉伸功能，那么就可以很好的把力量集中再送出去。就是这个材料让手感更加明确，天区变得巨大又清楚，击球扎实，然后又不会震手。这个材料让手感及舒适性大大的提升，真的很棒，改得好呀。这把神秘拍的参数目前都还不明确，只知道空拍重量大概在295，因为含线的重量是312左右，平衡32.5公分。 Power Spin 跟 Control 就是力量旋转还有控制很均匀的一支球拍，当然稳定性还有机动性 stability 跟 maneuver 都是非常卓越的。 ground stroke 跟 blow through 底线击球跟水挥轻松不费力，球拍会帮你带完整的动作，不管是初学者或者是进阶球友可以很容易上手这把球拍。这次球拍使用的线是 Links Tour 年度最高 CP 值的锯齿线或者角线五角线。这条线的优点是保棒能力很强， Spin 跟 Control 都很到位，清脆又结实的击球声，精准的打点能力会改变中球的方向，可以把球打透。进阶球友如果脚步有到位的话，这个穿透力是非常强劲的，蹦蹦蹦，随意轰炸。喜欢被轰炸的感觉吗？蹦经过数小时的练习，丝毫不会有任何不舒适感，底线击球的质量是非常的稳定，力量旋转还有控制都很到位。虽然是空拍295克的重量，但是稳定性还有机动性都非常的好。迷人的地方是击球的声音非常的扎实和清脆，偏向拍头的田击击到球的声音有炸裂的声音，爽度100。田区以外的击球效率也不会太差，球拍会自动帮你带。
里。来讲讲发球，十六、十九的线床，分布均匀的密度，任何形式的发球都很容易完成。喜欢靠发球得分的球友，肯定喜欢这把，手感满满，持球满满，轻松爆炸，威力十足，快如闪电，轻松有效。的发球利器，高质量的 S 球源源不断。这是一把你可以连续轰炸对手的球拍，嘣嘣嘣！啊，谁啊？感谢严丰东管大提供这次 head 试打拍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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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 got this， 大家赶快来试打这把 you got this boom boom boom， 谢谢大家收看老田网球，我们下一次见。